天晴，走起的小步子，大步前进。Know you've been a good friend, and that's in the thick and thin. And I know it's never gonna end. Cause you've been a good friend. 今天参加营队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课程是什么？阿妈的神奇树，因为它能用神奇的水在纸上画些东西，就比如说是数字，然后用我们都是用线香烧出来那些数字。算不是很清楚。你们班学校的课程有没有哪里不太一样的地方？就是他会用到一些火，但是学校其实都不常让我们用火，因为会怕我们受伤。都是老师自己用火，然后用出来的实验的东西，然后来跟我们讲解它的原理。所以你觉得动手做事你比较喜欢？我以后有这个营队要参加，你还会再参加吗？我会参加。